很均匀的走，不用太用力，不用切到底下，很轻轻碰到底下就好了。好，好，拿起来，然后把刀子弄干净。好。我觉得好丑。嗯，你为什么会切的那么用力？我切的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再给那个弄干净，把刀子弄个用卫生纸弄个，不要沾水。卫生纸弄那个没有切到的地方，再拿个新的卫生纸都没有关系。沾油，好，那用手两边抹一下，把油两边抹一下，另外一边也抹一下。好，好，中间划开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哦，酷酷手艺不错哦。哦，酷酷手艺不错哦，啊。好，现在哈，然后那个 Coco， 你要不要吃 almond 这个？不要哈，你把这两个撒在这里，撒在。撒一勺吗？撒个一跟二哈，轻轻的撒，对，撒均匀。小心点，来，动作要快哦，来，对对，来再来，还有没有？整包用光算了，整包用光，剩下一点点是不要，不会不会太多，不会太多了，还有，好啊，那这样再撒第二个好了，第二个一点点。那水哈，好，这样把它放下来哈。还有一点点是吧？那就把它撒下去吧。好，那就那一盒就丢掉了哈，那纸就丢掉了。好，艳丽哈，用水，那个 Coco 哈，你那个洗手的水哈，这样撒撒，这样那样，这样弄，这样弄。对，好，再弄，把它弄湿一点。好，再弄，因为我没有喷水的东西。只有那两个要撒，因为就是让那个有点水分，这样它那个才不会烤得那么干，那个阿门才不会烤那么干。好，再来，大概撒大概五次。再来一次。好了，这样可以了，然后拿进去烤哈。把那个烤箱打开，好，三个都很整齐的放到上层去。来，一个人放一个，对，放在这中央哈，来均匀的放。再来，然后烤几分钟呢？烤35分钟。要调这个吗？已经调好了。然后那个计时器把它弄35，45分钟，对不起。好，这样就可以等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